姐姐。Hi, I'm Kiki。今天的学学 ABC 要来学什么呢？跟职业有关系哦。What does he do? 他是做什么的？ He is a teacher. 他是一位老师。Teacher, 老师。Teach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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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What does he do? 他是做什么的？He is a farmer. 他是一位农夫。Farmer, 农夫。Farm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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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农夫。很好，小朋友来想一想，在教书的会是谁呢？是 teacher 还是 farmer？是 teacher 老师，在教书的是老师 teacher 老师。答对了，教小朋友念书的是老师 teacher。 那你再想一想，在种田的是谁呢？是 teacher 还是 farmer？ 是 farmer 农夫，在种田的是农夫 farmer 农夫。答对了，是 farmer 农夫。 Kiki 他已经学起来了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你也学起来了吗？今天的学学 ABC 我们学到了 teacher 老师， farmer 农夫。今天我学到了 teacher 老师， farmer 农夫。哇， Kiki 好棒哦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你也很棒哦，下次再让我们一起来学学 ABC。拜拜。